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博士啊。今天呢，来玩久违的 Pokemon Go 啦。那上面刚刚那个不用理他。那么这有三个，那我们就开始抓吧。瓢虫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久违的 Pokemon Go 啊！87，哎呦，现在有变那么多了。OK， 哦，这只熊吗？还是什么？嗯，新的。这是这只好像中暑了，我们带去河边跑了。哦，新的，这只是叫做什么呢？大牙狸，大牙狸。啥？就这样而已。哦，攻击哦，防御哦，防御率是最强的，防御率是最强的。这只狸是防御力绿，防御绿绿绿绿，红鲤鱼绿鲤鱼驴。哎，那怎么办？豆豆哥。又是新的豆豆哥，豆哥，豆豆哥，豆豆哥吧。我们来看看你的豆豆哥吧。天啊，好巧，一只豆豆哥，好可爱哦！哦，攻击力是最强的，然后其次是防御率。OK 啦。这个好了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不是太多只，是不是太多只那个了吧？那个里了吧？那个里太多了吧？等一下，不是你，我体验版饿了，太多只了吧？没什么，这个我感觉不太好，换掉。又是虫虫，好来看我们这个可以抓个几只吧。麒麟旗，哪小？待会麒麟旗。Excellent 啊，没有，可恶 ，bug， 因为刚更新嘛，刚更新了一些新的，所以呢会比较那个，
麒麟旗，欢迎你的加入。哎呦，我知了。很好，一星10万伏特。20枚。的伙伴获得5颗星星。来玩伙伴啊。来来来，哎呦，来哟，这个醉哟。啊，狼呢？你去吃嘞？等一下卡画面。这个地方不要平坦了吧？又怎么没画面了？哎，不出来。阿姨，我宠物不出来啊。你就大致上是这样了吧。我的包包满了，用包包换包包，没有了。攻击力，攻击率，操作什么？实在太小了，我差点没注意一下它的存在。啊？怎么办？把它带进和平烤了。带进和平烤。跟这个火箭队打 PK 啦，对战的啦。跟这火箭队 PK 对战了啦。没想到吧，我是女的，太久没玩了。
耶，赢了。获胜。拯救宝可梦 ，Pokémon Go！ 嗨呀！哎！The fuck? 很棒，这只，还有一只鸟。防御率比较强，防御比较强，就是防御比较强。啊，怎么是虫虫？我会变虫虫。防御，最后第34只了。而刚才这人是34吧？哦呦，新的，好可爱哦，小剑雀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，卡哇伊。哎，我 bug 了。欢迎火小剑雀，攻击比较强。哎，怎么又是虫虫？又是虫虫，虫虫虫虫，虫虫虫虫。哎 ，What the fuck？好了，那这一次的影片呢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哎，有人送我礼物，现在领取一下。新北市板桥区，哎呀，这有没有那个？有没有隔离？没有啦。
啦，送个礼物啦。我隔离过的啦，没有啦。你们想看一下我的那个吗？邀请。这就是我的训练代码，那欢迎可以加入一下我的训练代码。那我最近会不定时的来开推起来游玩，那欢迎来加入，欢迎来就是来那个什么，就是加我这个85037821237，就是我的啦。那我们这次的影片呢就到这里结束咯，那喜欢呢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那我们五万订阅呢会抽出初音未来一支，那我们在下一期的影片见喽，大家拜拜。